哎呀，这个饼，哎呦，这个太料了以后，呀，这啥呢？我这个地方应该气死你，这是一个烂，哎，是个烂，对，别人一看都假的，实际不是假，所以你撂上以后，我要是立呢，你跟我一个勾我了，但我不是立呢，要你得到这儿来。这是个灵骨力，为啥呢？你来了以后，就是我要么当时像钓鱼似的，他就得起来，一股气，一股气浪搁底下给他翻起来，翻起来，再看看，翻江倒海，那海里边的大漩涡，到漩涡卷到你那儿了，你不起来也不行，你不起来也难干，正好卷到你这儿，你非要当场起来，老李他不想起来。 老李，他不想起来，那你不想起来也行，我意识到了，是吧？因为啥呢？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不想起来。因为啥？你看，我慢点说，这个漩涡呢，搁这腰里边的，啊，腰里边的。他根本的，他也没长动，他这个他没长动。我一旦悬到那儿，你不动行吗？你不动。不想动，不想动，不想动。我这是有意思，悬到旁边。站不住。跟你说，这再明白不过了吧？就这。所以你首先基本功得有了。